讨论。这个主要是因为波斯特，哎呦，我们先看场上这球拿到，哇，巴克利打板进，哇，不过班霸看起来脸被扇到啊，蛮痛苦的，倒在地上。说好不打脸的是，班霸倒在地上的时间也蛮久的。再来看一下刚才的一个情况，球拿下来之后，波斯特的手右手往上举的时候是打到了班霸的脸。不过从重播来看，好像没有直接去很用力的拍到了，就是擦到这样，对，可能打到眼睛附近。那班霸拉这个篮板球下来的时候呢，护球没有保护好，拉下来的位置就在波斯特的手旁边，所以这个球有点像是拉下来之后，顺势把球就直接放到了波斯特的前面，结果被波斯特直接一锅端走。波斯特也是很有经验的球员，看看这个球就在前面，直接抢过来。对，现在玉龙队换上。